对不起，娘娘，没有办法给您准备更好的食物。这个就挺好的呀。嗯，好吃。嗯，你也坐下一起吃。那哪行啊，连翘是奴婢。嗯，让你坐你就坐。嗯，是。嗯，快吃。哟，吃的这么穷酸啊。那个厉夫人，你怎么直接进来了呀？也没人通报一声。阿玛、阿红，别叫了，外面没人我才进来的。丑青离，你真的变得……这人谁啊？她是厉夫人，娘娘以前傻的时候经常被她欺负，她还老骂我们。嗯，厉夫人是吧？找我干嘛？王妃娘娘有请，跟妹妹走一趟吧。她请我就去吗？你敢拒绝王妃娘娘？我还要拒绝你呢！出去，出去！哼，脸蛋变漂亮有什么用？你简直就是个粗鄙泼妇！都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娘娘，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呀？这么执着？好，不去可以，但是林王妃给的赏赐，你可必须得收。赏赐？什么赏赐啊？试一下，保证让你变美。嗯，味道太浓了，拿开。啊，这。娘娘，你可真厉害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他也真是的，不就是脸上撒了点胭脂吗？笑成那个样子。丑青离回绝了凌千思。如君上所料，林王妃派丽夫人去找了丑娘娘，可丑娘娘不仅没有理会林王妃的邀约，还把丽夫人好好整治了一番。继续盯着丑青离。是。娘娘，林王妃怎么说？丽娘这个废物！娘娘别气，小心身体。这个丑青离倒是有点骨气啊。哼，父亲是镇北侯，又能怎么样？常驻边塞，离城千里，哪能顾得了他？娘娘说的是。太妃，晋王殿下回来了。母妃，儿臣拜见母妃。彻儿，你终于舍得回来看看你母妃了。母妃怎么闻到你一身的酒气呢？儿臣昨夜与王兄多喝了几杯。你何时跟你王兄变得那么亲密了？母妃，我们兄弟二人许久未见，是儿臣自己没克制住，多喝了两杯。你身体不太好，以后别喝了。是，还是母妃关心儿臣。
你是我唯一的孩子，我不关心你，关心谁呢？那这次你要多待一阵子。嗯，王府最近还蛮有趣的。娘娘，您都走了半天了，要不歇会儿？血玉只在和吕敖接近的时候有反应，莫非他和血玉有关系？会不会只是巧合？看来我得想办法接近吕敖验证一下。我决定了。决定什么？我要追求君上。快点！哎，娘娘娘娘娘娘！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突然来的？哦，我做了点点心，送来给君上尝尝。哎呦，这是行政重地，不得擅入的。哎呦，总管，你就行个方便嘛。哎呀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娘娘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啊，那个总管留步。不是，这，哎，你干嘛呢？就。他去禀报了。你刚跟他说什么了？就求了求他。小印子总管真的是个好人。嗯嗯，拿着。嗯嗯嗯，快快走。哎，这个。再见。哎，你不让我进去，你倒是把点心还我呀！娘娘，您小点声，是不是送点心这招太老土了？用的人多了就不管用了。你懂什么呀？经典的招数最好用。嗯，那娘娘的意思是每日都送，感化君上。你傻不傻呀？经典的招数那么多，这招不行，咱换一招。啊啊啊，谢过君上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君上，我好像被轿子撞伤了，起不来。哎呦，啊，好痛哦。好痛啊。那个君上说了就给这么点。嗯，这四下无人，他又不知道是我们炸的。等会儿他受伤了，我就上去救他。你就喊抓刺客，他一准敢救我。嗯嗯。
娘娘。还好咱们跑得快。娘娘，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这什么声音这么好听？那边。那是他。谁？这娘娘，娘娘，每次见您都是那么特别。其实人家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，都是意外。意外。娘娘深夜至此，所谓何事？我，哎呀，我们是要出门散步。出门散步。你弹琴太好听了，我们是被你的琴声吸引过来的。雕虫小技，献丑了。不丑，你弹得特别的好。还未正式谢过殿下大恩，请收我一半。娘娘使不得。娘娘这礼仪，臣未曾见过。这个是我们边塞的礼节，表示感谢的。边塞。原来如此。娘娘，咱们该回去了。路都找不见，怎么回啊？哎呀，奴婢知道。你认识路吗？我不认识啊。我应该不知道。娘娘可是迷路了。哎呦，这王府吧太大了。你看天又这么的黑，我们两个小女子又不认识路。哎呀，不过没事儿，我们嘛都溜几圈也就回去了。若不冒犯，臣送娘娘回去吧。多谢靖王殿下。脸上。失礼了，望娘娘恕罪。干净了。无妨。那我们走吧。
哎呀，娘娘，您没事吧？嗯，您从昨天晚上回来，都一直笑到现在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就是开心。哦，好吧。嗯。连翘。嗯。嗯。我漂亮吗？漂亮呀，娘娘最漂亮。您是又要去见君上了？秘密。哎，娘娘，别跟着我。好吧。娘娘，你今日怎么了？我今天穿的又不合适了吗？很美。人家前几次见你都太狼狈了吗？娘娘今日找臣合适。啊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我准备了一份谢礼给你。哦，这是我。嗯，我手不巧，唯独这座娃娃是我从小学到大的，你看它跟你像不像？娘娘，你喜欢做娃娃？嗯，可惜没有你的一缕头发，要是把头发放进去，它就能当你的替身。要是我还有屋里，有了这个娃娃，就能让你爱上我。这是为何？以物代人。臣很喜欢。你是我的恩人，以后没有人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叫我娘娘了。咱们以你我相称。这不合礼数。那我以后就叫你恩公。使不得，那便听娘娘的。那就听你的。这还差不多。我觉得你和这府里的人都不同。有何不同？这府里的规矩太多，所有人都生活在束缚下，只有你给人的感觉是自由自在的，弹琴作画，风雅快活，着实让人羡慕。不论正事，只谈风月，我喜欢自由的生活。你这江山图画得真豪迈。这画中的风景虽美，却不及真实的风景。我也好想去看看。有机会的话，有机会的话，娘娘可以让王兄带你去看看。娘娘，已经到了去给母妃请安的时辰了。臣先行告退。哦。可惜，你是王兄的女人。江山图再好，不过是一幅画。你属于拥有真正江山的人。他刚刚又叫我娘娘。君上，丑娘娘除了在自己的庭院，就是一直在寻找机会见你。这个姑知道。还有什么特殊的行踪吗？哦，在湖心亭见过两次纪王殿下。哦，隔得太远，听不清楚他们说什么，但臣保证没有越界行为。纪王有分寸，这个姑倒不担心。
那魏巡还要继续跟着丑娘娘吗？算了，你整天出入后院也不方便，还有其他事情要你做。是。哎，拿到了吗？嗯，花了好些力气。哎，不错啊，有点本事。那当然。你确定这两君上会去云亭池吗？嗯，我磨了小印子半天，他也没个准话，只说君上看心情。算了算了，碰碰运气。这是云亭池的钥匙，我从小英子那顺的。您今晚提前点过去，说不定会碰到君山。谁呀？哎呀，骆九成，这不是丑娘？娘娘，穿成这个样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用你管，喝你的酒。云亭池的方向。云亭池是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。有时候啊，越接近事实真相，就越看不清真相。这么晚了，他应该是不来了吧？不用伺候了，在外面守着。是啊。君上，我你怎么在这儿？他不是要强吻我吧？
不说话。擅闯云听池，可是重罪。啊！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解释啊？来人！一寸柔肠，一抹千愁，情意若山，你我若剑，乱了谁眉眼？兜兜转转，目视出现，却难辨世间真假。时间尽头，与你相守，无所求。难回首，时光搁浅，命春短。你大胆！君生，我胡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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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！这臭娘娘，还不滚！角色啊，都吵吵什么呢？闭嘴！要杀要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妾身知道错了，求君上恕罪。要是不能恕罪，求君上干脆一点，给个痛快。你想以死谢罪啊？没有没有，妾身有罪，但罪不至死啊。妾身来到这儿，是想跟你表明心意。嗯。自从妾身恢复神智之后，就深深地爱上了君上。妾身苦苦追求多日，君上却不肯相见，所以妾身才出此下策，来到这里，想一诉衷情。要说妾身最大的错误，就是太过喜欢君上您了。这么好骗啊！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啊，还是要罚啊！君上就不能看在妾身一片痴情上，饶妾身一次吗？你是孤的妃子，对孤痴情是理所应当的。罢了罢了，罚就罚吧。那就重打80。啊！妾身的父亲，镇北侯，曾经说过：“女儿啊，咱们丑家的使命，就是为了大义而奉献。爹爹在外与北苍蛮人浴血奋战，命悬一线。”你嫁去一齐也要好好的服侍君上。如今妾身犯了错，君上你就重重的责罚妾身吧。就算妾身挨不过这80大板，也无怨无悔。只求君上把妾身的尸骨带去边疆，爹爹有守关重任，不能回来。
但是总得让他见女儿最后一面吧。你在要挟姑？没有没有，妾身不敢。你之前不是失忆了吗？怎么又想起你爹的话了？其实最近有想起来一点点。哦，想起什么了？府前的事情，只不过想起来一点点了。妾身从前吃傻，每天过的日子都差不多，没什么特别的。看来他的记忆正在恢复。起来吧。谢过君上。腿跪疼了吗？嗯，不过妾身可以自己走。啊啊！失去。